哦，你看我咕咕咕叫，看到没有？还是这个石头里面压住了。哎呦，这什么？哎，这是什么鱼啊？哎呦，这是什么鱼啊？哎呦，这一只，哇，这一只是什么鱼？我还真没见过吧。不管了，先收了。像石斑又不像石斑的。来，这个就是也是大个级别的。十九公，我这里有一只，这只可以。啊！哦，黄色，黄色钓。哇，这边还有个东西呀！哇，你看。这龙虾，龙虾为什么会趴在这边啊？这只龙虾会飞檐走壁。脚下那边还有个东西呢，脚那边还有个。哇哎哎哎哎！哦！你看我，呱呱呱叫。好，漂亮漂亮，收了。这个就是你刚刚脚下那边的货了，这大哥。哇，有肉的。这里还有，这边还有一个。也是有肉，都是有肉的。这个也值钱啊。这个也有，看，好多螺。三个螺。三个小螺。加上刚刚那个四个了。椰子螺。哇，彪彪。哎呦呦呦，这大水螺。这水螺打的可能有点大。哎呀，这个漂亮。不丢。不好抓这个。啊，它老是往坑里面跑。哇，一条，哦，还不错，这个个头啊，4两左右。哎呀，小十九公，太小了，太小了，这个也太小了，太小了。哦呦，有个大的，有个大的，有个大的，啊，来了。这个够大，哇呀，又一只兰花蟹。这个小，这只比较小。啊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出来了。跑啊你！哇，这个吧，这个吧，再跑啊！好，咱们看一下今天的收获啊，两只八爪鱼，这个黄刺雕、黑雕，还有一个超级棒的龙虾。这个龙虾会飞檐走壁，特别好。还有一只，今天这个螺大螺捡了好几个。还有这只叫鳗鱼。哎呀，大补。还有一只这个鳗鱼哈，这个大鳗鱼，你看了，这个身长有1米多长了。超给力啊！还有就是那个虾啊，不是那虾，那个螃蟹啊，还有这个小可爱，小可爱不不给大肥臀。你抓下面吧。好了，那这一期的赶海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，分享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